其实啊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这篇试验舱呢，全长17.9米，直径4.2米。舱内科学实验的开展提供了平台，还可以支持舱外暴露试验、空间环境探测等相关方面的研究。下面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航天员老师们。太空探索永无止境。同学们好，我是神舟14号任务乘组指令长陈东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问天实验舱与大家一起继续探索科学奥秘。科学手套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密闭洁净的操作空间，让我们的实验更加便捷可控。未来我们还要在这里安装一台灵巧机械臂和一套显微操作系统。这是低温存储装置，相当于我们实验样品的太空冰箱，它可以提供-80度，哇，好冷，-20度和4度的存储温度。这是生命生态实验柜，是以生物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平台。实验柜由一个个像小房间一样的模块组成，每个房间对应不同的研究对象。它是辐射计量装置，可以测量舱内辐射水平，帮助我们更好地监控舱内环境。这是生物技术实验柜，它主要是以细胞、组织、蛋白质等生物样品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科研设备，里面配置了各种先进的细胞培养和检测仪器。实验柜里有两个圆盘，叫做转子